我举办了一个圣杯战争，邀请了10名高分博主来参加，胜者组会获得圣杯。兄弟们，认为哪边会赢？等一下，好像混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哥们儿，你这头像什么鬼呀、牛逼！你们加一下 Winter 的 ID，拉他进来吧，他 ID 是亚斯纳。什么母灵 ID？ 我操！我母迷，王子是零啊？我不是零，你是零，你是零，我不是零啊！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我操，交给你们了呀，兄弟！我一直打不过格温小姐，我打峡谷很怕这东西，我一直被格温小姐当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辛苦奴隶，你懂吧？啊！那薄荷不是国一冰鸟吗？我操，还没跟他对过线呢。哎呀，格温挺恶心的，有点怕被打成辛苦奴隶。薄荷的冰鸟更恶心，他那个冰鸟，加我这边小袋。不是今天有内鬼吗？今天没有内鬼，今天没有。OK， 加油啊，兄弟们！我打格温属于是辛苦奴隶级别。格温这边也抢上来压一下。鳄鱼差一个兵也到达二级，挂出点燃，双方互挂点燃，鳄鱼红动 W， 还差一丝，闪现一发 Q 拿下一血 ，First Blood， 帅小王，你这么猛啊！我操，小王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！我操，我他妈以前怎么带也带不动那？那没办法，你已经变成我的那个了呀！那小林，你这天天玩的奶妈，天天玩的奶拉克斯，这不是妹妹才玩的吗？挖隧道过来，顶起来 ，AQ。配合冰鸟的控制，直接在塔下击杀了永恩。上路这一波暴女是在的，满层的格温，没有闪现的格温 ，EQ 一下，格温这里是没有点 W 的，小兵有点多，鳄鱼先拉开，格温把 Q 交给暴女了，这个位置鳄鱼一个红龙 W， 暴女一标标到，拿下人头，下路一套技能打出了 AD 的闪现。不太好杀了，现在 AD 的状态都很惨，有想法派克靠上来一发蓄力钩勾到了，再一个E技能晕住了，雷克赛靠过来蹲进 Q， AD 这个位置有点跑不掉了呀，两把给一个沉默没有禁锢到，那 AD 这波是要被击杀了，再来一波下路，这个兵线很难跑了呀，这一波没有闪现的维鲁斯被控住了，雷克赛过来还没有击飞，选择击飞奶妈，奶妈手上是有闪现的，雷克赛交闪现，但是还差一丝，奶妈奶了一口，最后一下没有被击杀掉，暴女过来一标，标到了雷克赛，互相的拉扯，一发勾勾到了暴女，暴女往后面跳，闪现拉开，没有被晕住，威鲁斯还在疯狂输出，后面是跟派克一换一，下路想再蹲一下，派克这里是没有察觉到暴女的存在。派克自己上来了，暴女一发 Q 到了，还没有着急交技能，派克手段一技能拉开，在冰堆里面，暴女一发 Q 成又 Q 到了，一个 WQ 上来拿下了派克的人头，上路开出大招撕裂他的躯体，点燃大招烧，最后一发 Q 技能拿下了格温的人头，第二次单杀，弹幕走一波帅，小王。宝贝，我来了，干他！好灵啊，你真的好灵啊！嗯、好，灵异事件。奶妈回家之后想来中路游一波，找个机会。冰鸟现在非常谨慎，永恩一个大招上来，直接压到了冰鸟，冰鸟交出闪现，奶妈 Q 一打一套。反手被晕住了，半血的奶妈永恩再上来打一套，打出了冰鸟的被动，雷克赛在侧面靠过来了，暴力一发飙飙到了冰鸟，那这个位置冰鸟是交代了，后续雷克赛也不好再做击杀了，与此同时下路的维鲁斯被击杀了，看一下发生了什么，他可直接一发蓄力钩勾到了，配合萨米拉发出点燃拿下维鲁斯的人头，小羊好像已经是打职业的吧，我记得是，对他派一个绝活，红色帮直接开始动峡谷先锋，这一波派克是在游的，奶妈来不及了，有点燃的格温，有大招有点燃，鳄鱼是没有大的，还差十秒钟，暴女一发飙飙到了挖掘机，永恩想过来包一下，但是后面有一个辅助派克，换一波血，派克的E没有晕到，暴女一发飙也没有飙到，
放个风墙挡一下距离，豹女上来拿下了人头，鳄鱼有了大招直接撕裂躯体闪现控住，配合豹女拿下了挖地机的人头。哇帅，上龙这一波还有想法，鳄鱼一上来红龙 W 豹女一发飙飙到想跳没有跳到，格温拉开了，格温手上还有一层大招，踩到夹子，豹女在扛塔，现在这个防御塔又在扛塔，豹女的夹子还在伤，不帅，小唐他那个 W 太变态了，我说句实话，飙到就也跳不了。与此同时，下路这波也打起来了，我们看一下发生了什么。奶妈在这里蹲，看到雷克赛直接 Q 一二连，尤恩一个大招，剩下一丝血的雷克赛，雷克赛开出大招，但是后续还是被尤恩给斩下。维鲁斯也赶到了，还有一个风吹到了冰鸟。维鲁斯闪现跟一个大招收下了冰鸟的人头，双杀 double Q， 永恩直接替了，先 Q 小兵叠风，大招直接斩过来打断了冰鸟的大招，那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被击杀。砍他砍他砍他，我去补兵去了。哎，别补兵了，救救我！队友呢？队友呢？救一下！往下走，往下走。队友的队友呢？救救我！来来来来来，一镖。是，我操！乌子，乌子，黑子还是白子啊？分不清了。我成路人。中路要打一波，派克靠过来了。第八兄弟勾能不能勾到？勾到了奶妈，那奶妈这个位置直接被派克大刀拿下赏金。有人吹回来之后也被斩于马下。操，好卡啊！三十帧了啊？什么电脑啊？笔记本拯救者，你没插电源吗？插了呀，还是屌卡，没好吓人。三十帧有点恐怖了，这我小时候电脑三十帧。哦，忘记开野兽模式了，妈的那个风扇没转起来。野兽火了，你把你 CPU 烧烂了哟。真体的野兽觉醒了，上塔在十四分半，被小王给拿下来。来来，小王干他！哎，这干锤子，他要干你了，他要。我们先打先锋，不要听 Winter 的，他是乱指挥。自从我第一波跟他二打三打过之后，我现在也听他的了，但是好像得了点怪怪的。主要是 Winter 他玩这种软辅，很喜欢干架，很恐怖、哦。这就是国一 Lux 的魅力嘛！我操，见人就想上去干，什么魅魔啊？你玩寡妇的。大家都知道我朋友是个哭泣杯绝活哥，最近又给我推荐了几款手感很好的皮肤，在这里推荐给兄弟们，亲测之后确实不错，快点开评论区置顶来挑选你喜欢的皮肤，一起加入圣杯战争。抓死永恩之后全部再往下路靠，有想法四包二，还可以一个阿姨直接拉开，维鲁斯一个大招，冰鸟啊给一波减速，豹女跳上来秒掉了冰鸟，但是自己开出杀戮之后也不太好存活了呀，最后人头是由萨米拉拿下，巴博这萨米拉的头有点恐怖，小心萨米拉，然后转起来就不太好了。又是四个人，永恩一个人在上路守塔，雷克赛有想法，但是永恩察觉到了立马拉到旁边不给机会，想上来清线，这个位置要被逮到了，一回来的一瞬间被雷克赛顶起来，后续大招还没开出来，被凤凰拿下人头。完了，奴隶，感觉谢老师已经变成对面的奴隶了。是的，干他干他 ，Winter！ 我卖一下，我卖一下。你不最喜欢干他吗？用你的肉体去勾引他。他不上当了，他不上当。鸟都不在鸟我的。你真不怕死啊 ，Winter！ 他要干你啦！我操，什么逼走位啊！不愧是骚灵啊，确实会扭，确实会扭，我操！双方都在大龙附近找机会，雷克赛过来直接顶到了豹女，冰鸟跟闪现过来晕住，派克上来斩下了辅助奶妈，最后豹女闪现拉开，鳄鱼这波进场开出大招撕裂躯体，红鹿 W 没有命中，但是一发 Q 技能，有人过来一个大招压住了三个人，冰鸟开出了杀戮。后续萨米拉进来想要收割，但是被击杀了，雷克赛在挖隧道回去打出了冰鸟的蛋，冰鸟这一波也被击杀，蓝色王这波打赢了，但是下路的防御塔怎么办呢？
永恩这一波过来拿掉了团战，顺便把大龙给吃了，但是下路这波高地要丢了。能蹲不？可以蹲，我感觉可以蹲，有机会。这个。可以追到我，可以追到我，可以追。追他，他没闪着。小心点，被隔开了。来，我可以追到，继续往给压力。给，怎么壁咚你？松上呀，松啊！松，老铁，继续带下了，我继续带下了，你们那个吧。格温，格温踢了，有打断他 ，nice。内射四格温。啊！哎，还可以。nice。你好能耐啊你好能勾引啊，维特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。B站有一个叫那个内设师。哎呀，我说听不懂，你真以为我听不懂啊？真是的，大家都是懂哥，都是懂的，都是 LSP， 都是 LSP。你们是不是没对象？没对象啊？就我知道，就你有对象，行了吧？就你有对象，知道你有对象。打野也有啊。好，别说了，要爆了，好，已经炫上了，要爆了。我活不了了，看你们的。我操，我人没了，怎么？我操，永恩，我操，还在砍，他还在输出，他还在砍。我操，野兽模式也不好使啊！什么野兽模式？发狂了！电脑的那个一个模式。你电脑太那个了吧？我感觉你电脑应该是被你下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了，他已经受了太多的摧残了。最近没怎么下了。那你天下的呀，把他已经寿命耗尽了，阳寿已尽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逼中路线，然后逼大龙吧，应该兄弟们。直接打。直接打！我在上面站一下。啊，他抵消了，我操，好抵消，能活吗？他走了。我操，好疼！我的龙！来！好，来！我来了！牛啊！Nice， 帅啊，太帅了！一波，感觉。来，护栏。奶水循环是吧？这也能循环。OK， 恭喜蓝色方获得比赛胜利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片。现在你们还有人在峡谷王者吧？你们？我呀。我也打不过峡谷，我现在峡谷上不去啊，打不过。你多少啊 ，Winter？ 我没打了，不知道掉光了吧？你老公呢 ？Imp 呢？不要了。不要 Imp 了。爆完了，换一个。你们接陪玩吗？你们都接啊，都接。没人点陪玩吗？现在像我这种一网辅助的，他妈的一网那是软辅，又贵的要死，谁要啊？对，男童呀，就想要戳你屁屁的那种。老这么一小王，我操！他妈难怪你没有女朋友。干嘛？我不是女朋友这种东西，以后总归会有的。但是你不觉得跟男人玩游戏更有意思吗？确实，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以后不会有女朋友了。你们都几岁啊，兄弟们？你们都几岁啊？二一，我07的啊。你零七个锤子，你零七，零七应该是97的吧？97的他比我们大。你们几岁啊，兄弟们？我02，我也是02。哇，你们都好小啊！你们都好小啊！我99的，你们都好小太小了。你们02滴滴推下，谁02？永恩啊，这永恩很好死啊，兄弟们，这永恩很好死啊！确实，很好用啊。什么东西啊！你们在说，我怎么感觉说的怪怪的啊？王哥，你修飞机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啊？这不能说啊，这个不能说，说不了是吧？哦，对啊，你什么专业啊你？空乘啊，就是那个飞机上面那个乘务呀，这个叫。啊，你现在是还在读这个啊？对，我操你，那你可以当男模啊。啊，对，你可以当男模，我操，我直播间需要那个需要你推一下。你看，你这个玩的又是永恩这种帅帅不拉几的英雄，不像我这种玩鳄鱼的这种奇形怪状的，然后人又是空乘，对吧？男模来了，我操。对啊。
恭喜大家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哈。然后我们这一届比赛是圣杯战争，就是赢的队伍呢可以选择折剑或者送一个背脊背，真送送什么？小白大爷的导播吗？不是不是我的导播，我的导播得加钱。什么牌子的？什么牌子？牌子都挑上了。还有我们用子哈啊？什么玩意？刚谁说谁说哈啊？谁说的？谁？A D 说的 ，A D 说的 ，A D 说的啊！我没说话呀、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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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魔啊，什么 G X 什么 ？B 站已经变成飞机杯王国了，我认识很多博主都在卖。找过我，我呀最喜欢飞机杯了。谁啊 ？A D 是说的、啊、这个字、啊，就是 A D， 就是真的 A D 说的。我刚才那个也是 A D 说的。我自己，别误会了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说。确实爽，这个东西要比我感觉要比那个MM 还要爽，兄弟们，比真实的、啊，就你永远无法触及到那个真实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触及到了真实，你又觉得不如这个工业产品，工业产品牛逼。哦，我操，有点哲学啊，兄弟们。都是老东西了，都是老东西了，爆了！小白试过没有啊？我朋友很喜欢，爆了，很喜欢，都爆了。OK， 你朋友很喜欢。可以可以，兄弟们，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玩得很开心，玩得很开心，就是 Winter 纯纯骚灵，然后我豹女玩得很强 ，AD 没想到他喜欢玩那个斐济。警告警告警告！我红温了，待会儿播出去真把我给那个了，我是直男啊。你是个坤的直男，你是。可以，那兄弟们，那就今天先到这里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行，好好好好好。现在说不太好意思，等一下我私信问大家，看看是要产品还是要折现。好好好好好。